这写了周二休店。而这个面包店怎么会在一个酒店里面呢？也许是在告诉我不爱吃面包吗？走吧，吃啥呀？沙拉。这是我们打卡的第二家面包店，因为面包。然后面包店旁边一排的青石。吃啥呀？沙拉。长得像什么？像那种老师的男同学，然后物理成绩又很好的那种。嗯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看起来就像那种物理学习物理很好的人啊。走吧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面包店味道就让我觉得闻起来很长沙。这是我们刚刚买的面包。芋泥馅就是我最喜欢的面包。这个面包不是很不甜，几乎就是食物原本的味道。再来一个。咸的，具有嚼劲。这芋泥的更好吃。哇，太伤人了这句话。现在年轻人怎么这么悲观，这么极端？一杯奶茶怎么样？幸福的味道。那最后就是谢谢观看，谢谢观看。